下飞机。对啊。如果你喜欢做运动，就回酒店去做。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做运动。我也要下去。机长。什么？我想问。说吧。你有没有穿过救生衣？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没有穿过救生衣？是不是真的可以救人的呢？没的。真的可以吗？从来没有发生过飞行意外。那你的人生？没的。你的人生有没有发生过意外？你要下去。你有没有试过歪？所有人都要离开。脚踝扭伤的歪。把救生衣都放下。我的意思不是歪的脚。下去。我的意思是整个人生活都歪了。No！ 我看到窗外面。
大很大很大，大到可以将整个小岛淹没。但是它又退得好快好快好快，快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快到连我们的衣服都未曾沾湿就已经过去。但是它带走了一些东西，一些我们不再需要的东西。忽然间，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好干净，连地上都变得好干净，甚至有种透明的感觉，有些东西慢慢显现出来。解释得了，我就不需要跟你们讲这故事了。